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人间万事的时间了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谈的是星云大师在《人间万事》第三册里面谈到的忙这个主题。忙是忙碌的忙，大师是这么说的：忙是多数人的生活形态，只是每个人所忙的事情不一样。有的人为国家忙，有的人为社会忙，有的人为家庭忙，有的人为自己忙。当然，士农工商各界也都在各自的本位上，为教学忙，为著作忙，为采访新闻忙，为演艺事业忙，为农工商业的生产忙，甚至劳动阶级的人也都为了上下班而忙。忙是整个人类所不能少的生活，主妇为了家务忙，学生为了读书忙，少年男女为了谈情说爱忙，甚至悠闲的人为出外旅行忙。人要不忙，除非让他让金钱去替自己忙，再要不忙，两手一摊，双脚一伸，跟死神打交道，就不会忙了。关于忙也有不同的层次，略述如下。第一，气定神闲的忙。同样是忙，有的人忙得一团混乱，忙得很辛苦，有智慧的人按部就班，忙得气定神闲，所谓人忙心不忙。有的人懂得交办，有的人懂得授权，有的人懂得分工，有的人懂得指挥，很多复杂的事物经过能干的人化繁就简，提纲挈领，虽然事情多，但一点也不觉得忙。因此懂得忙中偷闲的人，就是再忙也有安闲的时刻，不至于忙得讨厌生活，讨厌忙，反而喜爱忙，从忙的当中只觉得人生很充实。这样的忙，人生会活得很有意义。第二，心浮气躁的忙。有的人不会忙，做事没条理，不分轻重，也不分先后，只是乱忙一场，忙得自己心浮气躁。我们看苍蝇蚊子投窗，想要寻找出路，但是他一直在猛撞玻璃，不知道旁边有空隙可以钻出去。我们再看成群的蚂蚁忙着奔来跑去，但他们有分工，有讯号，有指挥，他们忙得有条理。有的人跟盲冲瞎撞的蚊蝇一样，口口声声说忙，但乱忙一场。人要懂得依照事情的轻重缓急去做，让自己忙得举重若轻，才不至于忙得心浮气躁。第三，开开心心的忙。忙是生活的意义，忙是生命的动力，忙的人生是骄傲的人生。你看，工商大亨哪个不忙？官员领导们有谁说他不忙？忙带来生活的充实，带来生命的意义，带来事业的成就，带来财富的增加。人要忙，
而且要忙得欢喜，忙得快乐。假如一个人不肯忙，表示他的生命已经没有光彩了。忙是有用，不忙就没有用。没有用的人生，谁会在乎它的存在呢？所以人要开开心心的忙，为充实生活而忙。第四，不甘不愿的忙。有的人忙得心不甘情不愿，那是最苦的人生。忙得不甘愿的人，必然是他没有从忙中得到快乐，没有体会到身心寄托的地方就是忙。不忙做什么呢？当然有的人会说，为谁作嫁为谁忙，因为他不懂人生为什么要忙。当然不甘愿帮人家的忙，其实世间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也没有白干的活。你帮人家的忙，就是帮自己的忙。所以不愿意帮忙的人，应该转化一个观念，一切为人忙的事，对自己都有利益。例如可以升官，可以升级，可以得奖，甚至可以放慰劳假。假如你能想到一切的忙与自己的未来都有关系有帮助，甚至你懂得忙就是营养，忙就是力量，忙就是成就，你可能反而会问，人生为什么不要忙呢？以上这篇是星云大师在2008年3月5日刊于人间福报。就如同大师所说的，忙就是营养，忙就是力量。忙是现代人生活的写照，现代的人忙着上班，操理家务，读书考试，约会应酬，甚至现在的年轻人上网聊天，还有呢，大家忙着逛街串门子，不管忙什么都有乐趣，都有意义，都有价值。而且忙中其实自有无限的妙用。大师也曾经说过，忙有四点，有四点妙用：忙的有法喜，忙的有意义，忙的有效率，忙的有价值。怎么说呢？有人说，不忙就是闲，有的人以忙为乐。我们从忙碌的工作中可以得到成长的机会，充实生活。我们只要以忙为乐，就不觉得苦，而且可以忙得心甘情愿。而忙是营养，我们能够促进心灵的健康，也能够培养自己的因缘，发挥我们生命的力量，提升我们人生的价值。这样的忙不是很有意义吗？而且可以培养人缘，只要我们懂得分工，有计划，我们能够做好事前的安排，事后的追踪，我们自然可以忙得有效率。而这一切都可以让我们忙得有价值。一个人如果可以忙得对自己对家庭有注意，对国家对社会甚至人类有贡献，这样不是为了普世大众而忙更有价值吗？人只要多做能做就会忙，越能忙就像越有营养一样。而且忙会是一把锋利的慧剑，能斩断我们妄想的葛藤。所以呀，忙可是点石成金的手指，能化腐朽为神奇，是调养我们身体的营养补品呢。希望大家都能够营养充足，身体健康，福慧双修。谢谢您的收听，阿弥陀佛。Yet I was always feeling down, lost in the crowd. When I
start to look within, there is no doubt I can feel my power waiting to come out. Bring out compassion, bring out happiness to the world I care. It is time to take the step to create love and respect, showing what I've got with all my heart, standing firm, I will not stop. Open my arms and my heart, let the sunshine pierce the dark. Give one confidence, give one joy, give one hope and convenience. It's the vow I do believe, now I know how to achieve the power in me.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Bring out happiness to the world.
achieve a world with light and unity. The power